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随便上面写是吧？嗯，好的。这个画画的多少钱？这个画画的这种要100，这个要100。小那个呢？小的这个嘞？小的那个40。这个那你找拿那个是20是吧？对。这个是多少钱？这是20。20还给还价的呢？还可以还一下，我不找价的，可以还一点吗？我稍微还一点。不找价的，20多便宜。来，那我们写吧，小六哥。他给我们找那个东西，然后我跟小六哥在上面写下我们的名字，然后留作纪念。然后我就写张妹小北。可以，然后我就写小六视野，好。哎，但是跟小六哥比字，我有点。没有，等会我写了你就知道了。我写那个也不好。我先来吧，你先来，小六哥先来。哎呀，我这个字啊，我不好意思出，拿出手啊。小六现场表演书法了。哇，小六哥的字是相当厉害的，我那个不行。人家，你开玩笑，小北他也是画画的。店家老板那个才好，才写得很好，他们。小六哥，你不要写得太认真哦，没有随意一点哦。想要的那一笔，随意一点啊，随意一点。不然后面我就难办了。哇。我压力好大呀。没有，我其实也写的也不好。哎呀，这个怎么阴墨啊？是不是我墨用太重了？那个先看日期，照单后期是不当时。哦，留的太多了。那这边还可以写个什么字？嗯，这个就送给小北啦。哇，发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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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北发财了，小六亲自提字，有这个要自己掏钱的不？要不不就送了不？对，自己掏钱。来，我在后面再写一个啊，就相当于是你的纪念品，应该可以写吧？这哪里写嘛？这个啊，这个比龙门好，这个是小六哥送我的，最满的。这有一样的吗？这个有一样的吗？一样的没有了，你还是一样的了，没错，没有了。哦，这个写出来还漂亮，这个写字好。我感觉我写的那个就浪费了，应该这个我写的。看看，等一下。哇，写的好棒啊！你看。啊，展示一下。还要不要落款？来，要不要落款？看一下，没有对比就没有用。没有了。其实也是一份心意是吧？你不签个名吗？虽然也不一样，不是这么高大上，那你看上去就好像一副完整。你们相互交换一下吧，是吧？都留着看谁会出名。我应该就是写的狂野一点，一般人看不懂的那种，然后再盖两个章，就是大师的风范。已经看不懂了，你还要怎么写？小六哥，来送你的，这个是送你的，好珍藏哦，好珍藏哦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小六的字可以卖钱的。对，可以卖钱。掏钱，掏钱，小六你掏钱。对，掏钱，来。